南老字号蛋黄酥，香喷喷出炉，切开来蛋黄饱满，用料超实在。一名许小姐七月预定买了5000元蛋黄酥，却遭陌生女子留言跑红。私讯一整串，狂飙蛋黄酥买太多，让许小姐一头雾水，莫名其妙。许小姐在官网留言说自己买了5000元，可惜买太少不能追加，哀鸿自私。截图po文引发网友讨论，你个不停有事吗？别人要订多少爱到你？老实说，开放订5000元真的不够。这位陈小姐管真大，没有买到自己生气气。噼啪啦就来骂了，其实真的我订的真的不多，我就觉得我很冤。蛋黄酥业者每天现做大约10000颗，开放预订，部分可以现场购买，卖完为止。接近中秋节，预订订单全爆满，业者无奈透露，有人买不到真的会发火。哦，这怕人嘞，你要这回买是买不上，我讲那种订我是要弄白的。蛋黄酥不是要吃就吃得到，尤其中秋节日，名店蛋黄酥都要手刀预定，但提前预定却被陌生女子留言呛自私，心情真的被影响。网友调侃说，只好怒吃一波蛋黄酥才能消消气。这乐观章台南报道。我是刘佳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、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，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，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